痛一点，然后你跟我讲那个，我们278页有啊，哎，78页，对，二有，七现在八，有看到，对哎，有没啊，有嗯，可一是样他的？就是老一样，老师的这下面的话就没有这个，他直接返回上面，然后他那个今天他那个其进实到评正委。人结他吻，他就是，改成通译结吻而已啦。哦，你就照对，着念啦、哎，按着念，然后几句而已啊，几句而已，没几有，句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嗯嗯，对，几句什么而当已，据实陈述，绝无逆势增减；若有虚伪之陈述，哎，便受伪证罪之处罚。仅此句有，结，那个是结啊，结吻啊。接吻，对，哦，好好，很有趣哦，因为我觉得。最近有我接触很多案件，然后回来就是看一下老师的课程，里面每一个老师教得很仔细，而且好像每一张你给我们做样本啊，都会有用到，而且都按照这个看，你就出来那个出庭的话，你就很有自信了。你是说那个逮捕罪名跟三项权利告知吗？对。对，哦，啊，那个怎么，法律最规则就是看你，像我去地检署的话，嘿，他不会问你，可是我都会自己先举手，然后先请法官给我就是一短短的一秒钟跟没那有一秒钟啊，个一分被钟啊，啊一分钟，一分钟，一秒对，钟太然快了 后。太快了，可是我就简单的跟他讲，我是讲几句而已，因为哎，我们的被告啊，或那个被询问的那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的程度，学习的程度不一定，哦，那我问你你，讲的太复杂了。你以前有没有上过那个类似教人家翻译的课？就法律案件的。嗯，法律案件呢、哦？我之前的话就简单的去那个培训而已啦。那跟老师对。教的课有什么差别吗？哦，差很多，老师教每一个细节都很赞，而且都会有用到。我之前是有培训过，可是他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，你完是全在不哪一里样，培训都没的？有。在他主办单位，他写是劳工局的培训，哦，劳工然局的，他后不我是司是，法通译啦，他对，可能是针不对那是，个就业服务法还有出国移民法的案件呢、对，可是他里面的课本呢，完全跟老师的话不一样，而且现在我实际去上去呀、派出所啊、地检署啊，还有法院，老师的课本才是认真的。会差不多一模一样的，我们实际上都很相同的，谢谢你而帮且老师做回广告来没有老师，你看我都还有空，我都还会每一站我都会重看一 下，重而看一且次。老师对我都重看，然后我自己想，哎，其实我后悔了，我当初老师教的那个时候我太忙了，我没有全部看完。没有可认是我真现做在我就想，没有，我现在我都会给它保存得很好，我有空我都会拿出来看。你是什么时候上课的？我是去年的，好像有1年多了。哦，1年多前了。哦，所以对，一年你多前自了。从我自从上来上我的课完以后，你去服务几次了？蛮多次了，然后。哎，派出所、地检署还有法院都有去过了，然后都有实际操作过了，都是从老师的课本出来，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。而且，哦，真的，你就看完了，我很有自信。我来到地检署跟法院，我很有自信。很有我信第心一次哦。去，哎，很有自信。我第一次没有，就是没有心理准备了。然后也实习那个时候我很忙，没有看。可是后来我去第一次的话，我觉得
好像很多细节我还没有学到样子。啊，嗯。我回来打开老师的课本去看，哦，原来的话跟那个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所以模一说样哦。只看，对，只看过一次，第二次哦，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。对呀。还有老师，我很宝贵这一个。哦，你还有那个制服哦，可 那个是没有了，我跟你讲，是啊，好没可有了。惜哦，对呀。好可惜哦，我那都很还要贵给嘞，他包装好，那对，我还要给他包装好。一件1000多块呢。当然了，对我来说，现在这个是无价的。后面的学生都没有了，因为那个绝版了，没有在做了。哦，那个感觉都不一样。我有一次去派出所，嗯，他是五六十个跟那个毒品案件的关是，系。人很多啊，我人矮矮的，哎，我穿这个，我最红，我最红。然后大家看到，哎，警察官啊，还有那个警察人员啊，他一看到我，他就感觉好像都不太一样的。很尊敬你哦，看到你穿那个就很尊敬你。哎，有感觉这样子，有感觉有感觉，哦，哦，有差对，有差，有穿制服有差。有差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我都很，我觉你不得要这它样是讲无啊，价的后面东的同西。学都没有制服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现在我就发现，哎，我学到了，在老师那边学到后，我就非常的满足。所以。我最近也有跟一些英文的主任还有英文的老师，嗯哼，在我的高雄这边也有跟他们分享了。所以你来上我的课，缴钱来上课不冤枉啊、哦！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我第一次去出来工作，我就赚回来了，老师。你怎么这样子？老师跟你讲不要赚钱，你是去服务的。没有，可是我出勤一次我就赚回来了，哦，真的、哦。哎，你是专真门做的。通译的，还是你是中介人员，还是你平常工没作是有，什么？我平常工作是临时的那种翻译老师的。啊，是翻译老师，哈哈哈，哎，对对，那可很是棒我啊！都是做临时的，哎啊，可是从老师学到这，我拿到这个证照的时候，就跑很多地方都是政府机关的，嗯哼哼，因为之前我还没有那个证照，我没有资格去服务，是。后来我也拿到老师这边的证照，开始他们就开始叫我去服务了。哦，所以他看到老师发给你的证，他说：“哦，我赶快哦，哦，对对，对啊。谢谢你啊，给同学鼓励一下。对啊，当然了，而且我都会跟我那个同乡啊，还有其他 的印嗯，尼、菲律宾，我都会跟他们分享老师的课程。其实你有去服务过，你才知道老师的课程里面真的非常嗯嗯，里面是，对啊，我这个书里面讲的都是。你们会遇到的东西啦，很实用的东对，西啦。对，很实用，很实用嗯哼，的，啊，你还会拿回来看哦，真是很非常奇老葩。师。老师啊，我不可能丢了。你看我的课本还很新，我哦，好，还给它放很好，你那时候而且我的背心，我再回去找看看你的功课，我看你有没有认真的我觉做。得那个时候我的功课，我有点后悔，当初我没有认真，老师对不起，我那个时候没认真。你后悔了哈、哦可是现在，对，可是我现在我很认真了，我还有再自己去看。再重新看，再重新做看看，再把那个三项权利告知，跟着统一规则告知，还有提升法权利告知，再重新哦，再想看看。老师，那一个，我现在啊，那个我去体察先生，因为人数很多，我跟他说啊，我这个三项权利告知你好，我讲到这样子好了，那我自己跟他们讲就好了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我在减少的那个时间啊，我哦，就一直都讲好讲完，他但说，是，哎，你都不用看了啊，你这样子直接念出来，我跟他说对。因为之前我在屏东，在那个台东老师那边呢、啊，他们叫我很多，而且都很仔细。那警察就说：“是啊，你还跑去屏东啊上课啊？”我跟他说：“对，因为我很喜欢陈老师的课程。那个我们是线上的 线上啊，可是
可是你知道吗？我那天领那个毕业证书，我也跑到台东哦，了。对对对，你有来台东，对对 有啊，对啊。我很希望还有机会来到台东好啊。啦，你跟我们后面的同学鼓励一下，叫他们功课要认真做啦。对，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。对啊，老师出的功课哦，真的要认真做，每一题你都会用得到。对，每一题都会用得到，而且你做完了，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够，你不够的话，你书本一定要保留，你是不可以随便乱丢，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。谢谢你啦，啊我等一阿下叔哦，非常感谢我你。就把它就是给同学鼓励啊，我要放给同学看了，对啊，然后。